已经浸咗2分钟啦。好，攞翻上嚟先，拔乾水。其實是用得的啦，抹翻乾佢先，抹翻乾隻手指添啊。反應係慢啲。換轉第二部機，咁樣浸一浸水呢，一陣間就冇咗畫面啦。但係因為我就用咗呢一個高科技納米鑽石镀膜，幾分鐘之後部機就防水咯。好，今日介紹完畢，拜拜。